时施五十众。巴布拉尊者马明菩萨住索达吉堪布亦成就具德金刚萨埵因上师莲足之合敬顶礼。诸多无垢俗中所宣说，略而言之，此当敬谛听。得受殊胜之冠顶，金刚上师之面前，十方世界中所住，如来三时敬顶礼。以大信心三时中，手捧具花束曼茶，合掌供养于上师，恭敬启手礼其中。在家亦或新僧侣，为断世间人诽谤，陈次佛经等之前，持禁戒者以礼师供养坐殿心起立，说明上师做事等，具禁戒者皆当堂，不作顶礼断劣事。